但这之前还是可以啊，破个仙宫也可以，走位走 Q， 觉得是意义。哎，没事。谢谢小涛涛的时光沙漏呀，谢谢。出反点，出反点打他呀，兄弟。 不翻他打他不可能难倒的。啥？一个刀没补到。等一下，我把弄东西，弄东西，太冷了，我弄个加热的东西。 火力全开！好，被 Q 了。 这那个是跟演员一样，真的，他搁着站着 Q 到人，他不走，他搁着 A 是什么呀？演员呀！然后交个十万闪现。我操，这不纯演员啊？这纯演员，真的，没有这样玩游戏的，这么玩啊？ 这人从哪的舒服呀？快，我们走。走呗，射得到我吗？ 灵活的身法，带走。他如果交 Q， 我们就直接闪现啊，不跟他废话。炸了，翻着穿。 六级他还得再死一次，那完不了。这样好像有点难受呀。 站的沟是不是有人啊？我就知道，准。
带走，直接电他。没闪现了，这个时候就不要 AW 了。AW 的话，他这个闪现加速可能就 A 不到，知道吗？他够的情况下直接 W 就到你前面去了。一个人头一个助攻，150的法则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Yo. Q 拉开，发，机器人，这个血量杀不掉吧？应该都死了，他俩全没闪现。不是吧？这也杀一个？干嘛？这什么大招？来呀来呀！想笑，干嘛呀？这剑姬怎么？我感觉每个人都想杀我啊！对面，什么意思啊？难道我死追？杀心太重可不好。简单击杀，手拉开，收起来踩他，没大不了。主灯，咚 ，OK 伙伴。咱先进入一下，这样我菜打会快一点。因为我走过去的话需要花一秒的时间，但是我闪现我就可以省一秒的时间。
我出一只野怪，把麦穗打走了。 我怎么知道我按错了？我每次点信号容易点到闪现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下次用 V 键发信号比较好，你要用 G 键发信号，经常容易点到闪现，太近了。我都这样用了十几次了。这个机器人一声不怕，就这一招。 报应了吧？抓我！抓我！还抓不抓了？带头！带头！ 这两把8把把对面打15呀，这两把太顺了，我都真不习惯。不习惯。一跳就到你前面去了。 你跟我打是吗？再快点！别 W， 这鱼你怎么跑？就是打黑的，带走！他的E只能躲我们一个技能，但是我们有2个技能都可以上。 来我一个，攻呀，杀喽！